讲到温馨的歌月，除了母亲节以外，也是台南音乐季将要登场的时节。乐山团已经迈入23届歌月音乐季，市府观光旅游也请创办人 XO 先来一场小型的演唱会，和大家品尝。因为到时就有28组来自10个国家的独立乐团要轮流演出，也请大家5月4号到5号这两天来到虎头埤风景区，享受音乐和自然景观的美好。当初在开始办的时候，可能很少人会想到说它一直能够持续23年，所以23年走过去，这23个年头，当时想说台南比较保守啊，怎么会接受这么多独立乐团这样子的表演模式？但它不但我们谢谢 XO 啊，而且谢谢各位能够让这个音乐季越来越受到很多年轻朋友们，还有全龄式的朋友们大家的欢迎跟接受。那欢迎大家在5月4号、5号一定来虎头埤。五月音乐季一办就是23天，相当不简单，也已经累积了不少咖啡，加上五月气候清爽，真适合来到户外行动，欣赏多元丰富的音乐飨宴。台南新闻，君子蔡宏博的。